那日本选手还是没有问题，还是比较扛打啊。哦，看准了，还得看准，看准。
准确度很关键。好，比赛精准了 ，DK。国泰胶原蛋白肽，小分子，易吸收，有实力。生命态更精彩，国泰生物。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来宣布这场80公斤级中国区 WBF 拳王冠军腰带争霸赛比赛结果。双方比赛在进行到第二回合36秒钟时，日本拳手好川大志被中国选手周小村第二次击倒，随后台裁安德森·克里斯看到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直接终止比赛。这样，中国拳手周小村以 TKO 技术击倒对手，获得比赛最终胜利。现在有请颁奖嘉宾，人民国泰。人民国泰集团的总裁李建奇先生。